祝贺啊，轻松拿下比赛。这是咱们第二次对这个两个小将了，上一次是在德公的时候，上一次3-2，这次3-0，能评价一下今天自己的表现吗？今天首先我觉得做好了困难准备吧，因为上次第一次打可能对对手的一些特点并不是很熟悉，然后前面两局半都比较被动，然后经过上一次比赛，今天还是做好了一些准备吧，然后从整体上并没有那么下风，所以感觉还是比上一次要好很多吧。其实今天比赛也并不是特别轻松，因为第一局和第三局也是打到了最后，可能相对来说准备的比上次要充分一些，因为上次打的时候也是开局0-2落后，通过他们对手的一些特点，我们也针对了换了一些技战术吧。好，谢谢两位。